你们好，然后我叫大米，然后今天给你们录制一首歌曲，叫做《不如跳舞》，然后是四川话版的，希望大家觉得六六的话，双击六六，评论、点赞、转发。现在说的啥子？我很模糊，只有好音乐让我听得清楚。粤语从这儿开始失去啊作用，只有节奏感能够互相解释。全世界，全世界需要的是速度。你看哈，你看哈，是啥子在做主？全世界，全世界是一个大荧幕，每个人踏着一样的脚步。嘿，不如跳舞，老头儿倒不如跳舞，让哥儿觉得舒服是每个人的天赋。继续跳舞，耍朋友不如跳舞。这个方式相处，每天人觉得孤独，也没得包袱。啊，这是大米第一次录制的一个这个小视频啊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一下。你正在说的啥子？我很模糊，只有好音乐让我听得清楚。粤语从这儿开始失去啊作用，只有节奏感能够互相解释。全世界，全世界需要的是速度。你看哈，你看哈，是啥子在做主？全世界，全世界是一个大荧幕，每个人踏着一样的脚步。嘿，不如跳舞，老头儿倒不如跳舞，让哥儿觉得舒服是每个人的天赋。继续跳舞，耍朋友不如跳舞，用这个方式相处，每天人觉得孤独，也没得包袱。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一下大米，然后大米是一个新主播，每天晚上调频13381617767。当所有甜言蜜语都那么虚无，让我们一起做个节奏的信徒，让速度变成一场前所未有的梦。你看，你看，不如跳舞，聊天倒不如跳舞，让自己觉得舒服是每个人的天赋。继续跳舞，找朋友不如跳舞，用这个方式相处，没有人觉得孤独。不如跳舞，聊天倒不如跳舞，让哥儿觉得舒服是每个人的天赋。继续跳舞，找朋友不如跳舞，用这个方式相处，没得人觉得孤独，也没得包袱。好了，然后今天这首歌就录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你们，爱你们，么么哒。